阿弥陀佛，尊敬的陈校长，诸位老师，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年，虎年牛年最后一堂课，下一次我们见面的就是一年后了这虎年，那我们在这个牛年年末我们一起学习呢，老法师跟学。谁呀？雪宫老师学习经教十年因缘也是意义重大因为毕竟传统文化呢是师道所以传统文化就是为了恢复明德，恢复本有的智慧德能福报恢复的方法就是从孝亲尊师入手所以开发心地的宝藏所以我们能期许迎接新的一年呢，能够将孝亲尊师时时提起念念不忘那相信在道中即不在劫难当中最近天灾不少也让我们想起八大人觉经开头就说了世间无常国土为脆真的要看得破世间是无常的照见五蕴皆空我们就不会强求留恋世间了。其实真的很冷静观察我的苦从哪里来的都离不开贪求所以三十细念讲诸苦皆从贪欲起其实善于用心领会教理这句话很够用既然苦都是从贪来把贪放下了不就没苦了吗那就能一切随缘了我们贪欲不起心能清净随缘妙用自己在一切家庭环境家庭关系人事关系里面没有得失有贪求才有得失嘛。一起贪求了，自己生烦恼造业，而且一定会跟人家结怨的。
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所以《论语》告诉我们了，反于利而行呢，多怨。人考虑事情都是自私自利，铁定会造成人家的埋怨的，都不替人家想了，就会结怨了。所以这一生呢，要成就的人呢，我们要常常期许自己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这个世间万般将不去，不要再去强求什么了。随缘当中啊，来修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呢，才是真乐啊！世间呢没有真正的乐，三界通苦啊，苦苦、坏苦、行苦。世间为什么会觉得乐呢？它是痛苦暂时解除，他误会了，那是乐。比方说我们会肚子饿啊，饿一天苦不苦啊？很苦啊。所以吃饭是让我们这个病啊，这个苦呢暂时停止，它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你不吃还是苦啊。所以我们每天得24小时伺候这个臭皮囊，这个活好不好干呢？还愿不愿意生生世世干呢？这都要看破，恶臭不净，无可乐者，一致决断，洗除心垢，言行中性，表里相应。我们洗除心垢啊，心净佛土净啊。现在就跟极乐世界的频道把它接上去了。那还在这个世间一天，我们就随缘啊，为正法久住，为苦难众生，别再为自己了，为自己了都在患得患失当中。所以诸苦皆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应忘自性弥陀佛啊，我们忘了真正的我，不是这个臭皮囊。真正的我，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真正的我，一切众生就是我，因为整个宇宙啊，是我的一念变现的，跟我是一体啊。所以爱众生呢，就是爱自己的。跟人不再对立了，所以忘了自性弥陀佛，众生与我皆一体，那就在那里计较人我是非了，厉害了，这意念分持总是魔，都止不住了。所以把这个贪求啊都放下了。尤其现在啊，国土为脆啊，前几天啊，
啊，这个东家啊，有番汤家啊，他火山爆发，哦，你看那那么短的时间，那旁边的都化为灰烬了。你说前一天，那旁边的可能都是豪宅啊，谁会想着明天就化为灰烬了？所以世间这些财物啊，都不要放在心上，哦，都不要有我的财产，有这个我的，就是轮回心，这个都得慢慢慢慢的把它放淡。啊，但是因为我们毕竟啊，学了正法了。啊，我们的心呢，不是随着世间这种五欲六尘追求，哦，而随波逐流了。啊，我们已经遇到正法了，就要用正法来思维。啊，所谓理得心安呢。好，哎，我们也检查检查，哎，我们听到这个火山爆发呢，自己的心有没有担忧啊？哎，我们要教育孩子啊，首先我们自己的心要安定才教得了。我心一不安定，我这个不安的心就会传递给小孩，传递给学生哦。我们虽然呢都是中年人了，啊，有一些还比较年轻啊，青年，啊，我们这个四五十、五六十，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的感觉啊，我现在想到啊，初中的时候的情境啊，就好像昨天一样，太快了，那个还，哦，那个同学那个。表情啊，什么都还很历历在目。哎，30多年过去了，人生太快了，真的是一眨眼就飞过去了。哎呀，何不以强健死，努力修善呢？欲何待乎啊？啊，甚至于十来岁都有记忆啊。哎。今天父母下班回来了，啊，爸爸妈妈心情好不好？你知不知道啊？知道哦，影不影响自己啊？对啊，其实哦，好多道理啊，不一定要从别人告诉你啊。真的能静下心来，哎，自己走过了几十年的路。啊，每个人遇到的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呢。啊，每一件事，它启发我们什么？哦，能这样静下心来，哇，人生好多重要的做人做事啊，就体会得很深了。好，我们现在麻烦就麻烦在呢，生活节奏太快了，每天都是走走走，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啊！啊，心很浮动啊，很多人事物在给我们说法，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了。啊，不是极乐世界六尘说法，我们这个世间也是啊。你看我们老祖宗画64卦，它就是天地的万象，都离不开这64个相啊，都在给我们说法呢。啊，看到云飘过去了啊，
这个世间的财物不要太执着了，都是过眼云。你看那个白云有没有在给我们说法？哎，看到太阳了，我要当学生心中的太阳，照亮他们的人生。这个不是都给我们说法吗？《无量寿经》里面也有啊，旗帜鸿升，譬如巨海。我们看到大海，就要想到阿弥陀佛的心量啊，扩宽自己的心量。菩提高广，欲落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我们都读过喜马拉雅山，要常常我的心不能受染污，要像喜马拉雅山的山峰一样洁白，每天一定会看到大地的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每天都要洗手，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自己的智慧要像猛火一样，一下就把烦恼全烧光了，不让它在那里放肆，不着如风，无诸障碍，人生要潇洒走一回，不要那么多牵挂，这首歌也不能白唱，好，所以刚刚跟大家提，真的把人生静下来，会有很多收获。我们现在都急着什么？急着看新的知识，很害怕呢，跟人家一吃饭，人家说，哪本书你看过没有啊？觉得没看过就很丢脸，现在人都聊什么话题？这种就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就让自己的心呢每天都七上八下。所以心要先安定了，才能教育孩子，教育学生。所以理得心安，我们现在遇到一切人事物，会生烦恼，我们在那个当下没有把相应的真理提起来就不会烦恼了。以理则情，以理调伏我们的分别执着，比方说我们在担心未来的事了，马上夏老师说的，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不止不会烦恼未来，你这么一思维，就会很用心的活好当下的每一刻，你在懊恼过去的事情，马上提起来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不止不会懊恼，产生积极的价值，或者你很不甘愿，就告诉自己，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受了无债一身轻，干嘛懊恼，甚至也还觉得对方帮我消了很多罪业了。前世罪业因堕恶道，已经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
你看这么一思维，烦恼转过来了，就是菩提了，这样才能安心呢。哎，自己心安了，会有智慧哦，可以随每个因缘呢，启发小孩，启发学生。哦，你看一个地震那么严重，可以告诉孩子，贪心呢，赶水灾呀，嗔恚赶火灾呀，愚痴赶风灾。傲慢感地震，怀疑招来山崩地陷。人心善呢，风调雨顺呢。人心不善呢，会招感灾难。所以尚书讲，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所以诸位同学们啊，跟小朋友互相期许啊，这个地球母亲生病了，我们不能再给她添一点负担，我们不能起贪嗔痴慢疑的念头，我们用纯净纯善的心啊，祝福地球母亲，也祝福一切人。而这个纯净纯善呢，也是老法师给我们的教导啊。我记得老人家讲了，最傻的人呢，就是拿纯净纯善的心去装垃圾啊。那这个假如我们一听，真把他放心上了，那这种傻事我不干了。而且这个比喻很具象啊。所以每一天啊，我们要丢垃圾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啊，不能把烦恼垃圾往自己的心里放了。所以善知识对我们帮助有多大，是我们决定的。我们随时把师长的教诲摆第一位，那就得无边的受用了。那我们就头头是道，左右逢源了。所以我们已经遇到很好的因缘了，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不要好日子不过啊。自讨苦吃就不好了。要自求多福，要自立自强，我们上一次啊，跟大家提到了，学宫啊，跟师长啊提这三个条件，那师长很有受用啊。那诸位同修啊，诸位老师啊，你们有没有受用啊？老人家给我们讲完一段教诲啊，我们应该就有一段受用，不然就是我们学习的惯性没有突破。我们学习惯性假如是解行相应了，那听一段就有一段受用了。受用的多少暂且不论，一定有受用。因为老师教的呢都是法药啊，治我们心里的病了。所以这个方法治了什么？治了我们喜欢常常东看西看，东听西听的习惯。
啊，让心呢清静下来了。啊，其实师长那时候修学的挑战呢，没有我们这么大。啊，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修学的挑战呢，比老人家啊那时候啊60多年前呢挑战大吧。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嘞，那个时候没有 WiFi 呢。哇，你看我们现在一机在手啊，天长地久啊。啊，从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啊，啊，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啊。啊，你看人都活到这么颠倒了。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一机不在手，魂都没有啊！啊，一直在那里，哎，手机在哪？哎，哦，所以，师长有说啊，你现在修学能成就，祖师都佩服你啊，啊，历代圣贤人都佩服你啊。现在外面的诱惑挑战比以前大多了，外面的诱惑又多，内在的烦恼又比100年前都多了。你看现在的小朋友3、4岁就在刷 iPad， 哎呀，你说他那个脑子被太多东西干扰了。所以我们呢处在这样的时代啊，想一想呢，再不守这个3个条件呢、啊、会学成什么样子呢，实在很难讲了。啊，老人家那样单纯的环境还有他这样的基础他都要守。啊，至于大家守不守啊，大家看着办吧啊。在这个时代讲话呢，就要讲到这样就好了，啊，再讲就过了，就讲错话了，啊，因为师长有说，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嗯，哎，我们要会听哦，这是客观的情况了，啊，讲话要懂分寸，啊，不能给人家压力。不然人家下次就不来了。哦，当然我不是怕大家不来哈、哦。哦，因为能够聚这么多人一起探讨也是难得啊、哦，善有为意啊、嗯哦，一个礼拜还要见2次啊、哦。好，那师长啊提到了啊，他遇到啊演培法师啊。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个条件呢、啊、不是李老定的啊，是中国老祖先呢、啊、祖祖相传的老办法。所以看这个学生可以造就可以栽培啊，就用这个戒律啊来限制他。戒律的目的啊就是得清净心。收摄我们的6根，摄心为戒。所以以严净3业为持戒，就身口意、啊、不让它放纵造作恶业。尤其念佛这个方法都摄6根，你专注听佛号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不会放纵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这个地球人的耳根利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这观世音菩萨在25个大菩萨修持法门里面呢，选出了一个很契我们娑婆界的
修学方法，叫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其实念佛法门呢，是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合在一起修了。以大势至菩萨兜摄六根净念相继的功夫啊，修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啊。所以摄耳谛听啊，自己念的佛号声，所以摄心呢为戒，因戒就得定了。常常念佛，心不会散乱；遇到境界啊，心不会动，不会慌乱。心一不动，遇到境界，看得清楚。每个人的心态容易感受到。这件事情目前客观是怎么样，条件是怎么样，就容易判断出来。就好像镜子，镜子清净啊，什么人什么物品一来，它照得清清楚楚，不会漏掉。这个人事离开了，他也不会漏印象。我们平常练心啊，用心如镜啊，可以这样来练的。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段呢，得要期许自己啊，我是值得栽培的人。我是能成就的人啊，所以请佛注释啊，要先请自己啊。那这一段不能白听了啊，自助者天助啊，一看中自己了，就感得很多佛菩萨圣贤的助缘加持我们。天救啊，自救者啊，天就救了。尤其啊，我们不怀疑什么，佛菩萨同体大悲，大家相信吗？你真相信了，你不会没有安全感的。会没有安全感，就是不相信这一点。不然佛菩萨都在身边呢。同体啊，他哪有一刻离开我们？一心观理，清净法身呢，遍一切处啊。这佛菩萨都已经入法身了，随时跟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真正自重自爱，不再糟蹋自己了，不再随顺习气了，哇，那个加持马上就感受到了。称名即是欲光死啊！你称万德洪名了，你的身心就在整个佛光的铸造了，光明普照十方世界。众生有缘，欲施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所以一有空啊，就念佛啊，不打妄想啊，行住坐卧也把它提起来。其实我们为什么有很多问题？因为不够老实念佛了，把那个在那烦恼的时间拿来念佛，好多事情慢慢都迎刃而解呀。
啊，所以黄老教诲的很重要，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但是要把念佛当第一呀。其实解决问题呀，最重要的是智慧呀。解决问题不是说你去出力了你就能解决，有时候会越帮越忙的。所以现在没有什么比修清净心重要的，清净心才能生智慧啊！哦，我们没有清净心，我们就会越活越累。为什么？恶性循环，因为起的念头不对了，讲的话不对了，做的事不对了，那家庭、团体。他没有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所以再忙哦，不能不念佛；再忙不能不听经。哎，这个都是人生的轻重缓急取舍哦。你不能忙到这些忽略了，就一直在恶性循环了，要跳出来啊！定须习呀，人的定力啊，要练习的。啊，读经、念佛就是练习，把妄念放下，专注念佛，把心呢止住，自心一处，这定须习呀，无事不办。这个我们要观察自己在处理事的时候够不够定啊。不定的原因在哪？要把那个让自己心不定的执着要放下。慌张放下，担忧放下，这叫立事练心呢。会须闻哦。定须习慧须闻呢，这六个字很重要啊。我们每天都要定慧等持啊，定慧双修啊。哦，每天定慧双修，法喜充满了。会须闻法，要听经闻法。我自己20多岁开始学佛。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遇到什么事生烦恼，只要听经啊，15分钟之内就解决了。这15分钟只要有哪一句师长的话听进去了，这个烦恼就没了。因为听进去了，就把正念提起来了。圣狂之分就是一念之间嘛。正念现前，邪念就污染不上了。所以儒释道教的都离不开戒定慧三学呀。所以这个戒啊，不只是五戒，不只是10戒而已哦。这个戒啊。老师的教诫呀，为什么要强调老师的教诫？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啊，老师能因材施教啊，我们马上就得受用了，都针对我们指导的嘛，听一句就有一句受用了，所以师长他老人家就听了李老的话啊，守了3个月，心就清净了。到半年呢，效果非常显著了。谁做啊，谁得利了。
哦，那刚好有一位刘老师问到了，哎，有个问题啊，就是学习佛法呢，一次只随一位老师学啊，才不容易杂乱。好，极乐寺中有非常多不同的老师啊，包含佛学研究班啊，多位法师等等的老师，所以是要选择一位老师跟着听，还是说因为极乐寺老师几乎都是副讲，可以听超过一位老师讲经也没关系呢？啊，这个是很实际遇到的问题啊。啊，我们佛门有讲啊，四依法啊，这个都很重要。这个对于我们在判断遇到的境界啊，都挺关键的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啊。哎呀，我们现在很佩服师长啊，依止他老人家教诲。可是我们观察他老人家述而不作，他老人家都依法，他也在给我们表演呢。啊，依意不依语，你要依那个义理，不要着在这个言语相上。就依意不依语，哎，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哎，这个一门也不要又产生执着了。啊，一门深入啊，我现在好几科要学呢，那又生烦恼了。啊，依智不依事，要依智慧，不能依。事是什么？第六意识分别，第七意识执着，第八意识落印象。所以为什么世间的书不能乱看？除非他已经是彻底觉悟的，他舍事用根，他用智慧不用情事了。不然你看他的书，你会随着他讲的话增加分别，增加执着，还落印象，心就越来越不清净了。所以你要看了什么书，听什么经，你要自己抉择哦。要依智慧。当然有时候你要跟亲戚朋友交流啊，那你又不得不跟他沟通啊，你不要排斥，随缘啊。但是你心啊常常念佛，哎，你听对方，你就很容易听出他的分别执着点在哪。哎，听了以后，哎，有机会啊，善巧的、柔软的去提醒对方。你也在修行啊，敦伦敬分呢、啊，善相劝得接见呢、啊。啊，你在听你的亲戚朋友谈话，了解到他的分别执着点在哪，你也更能理解这个时代的人呢、啊。这个时代不是同样一个天空底下，啊。可能看着同一个电视节目，哦，受同样的一种外在环境的影响，不是有一句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我们就觉得都是五十三餐，都在提升自己，你就不会面对人事境缘了
很有一种排斥啊，啊，很烦呐、啊，很想逃避呀、啊，然后又不得不面对，啊，每天就很多这些挣扎，一切随缘啊。看一切人都是菩萨，都是老师，他来教我的。哎，我今天要学什么呢？啊，每天都有东西可以学，都可以成长。四依法第四点，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你要的要彻底解决问题啊，了脱生死的修持方法。啊，因为你不出轮回啊，还没解决问题啊，所以要依了义啊。啊，这个了义啊，讲得更深一点，可以当身成佛的。啊，你佛法里面有小乘法，有菩萨，还有一乘法。啊，了义呢，最好是一乘法。哎，老人家特别慈悲啊！这一段呢，他还开解了了义啊。首先呢，你学的管用，你得力了，对你来讲了义。哎，这个解法特别亲切呀！啊，我也曾经遇过。很喜欢禅宗的人，应该是过去生有修过，可是他修禅呢，他又常常犯戒，他不得力啊。可是我很爱禅宗，那他这个就没有依了义，没有依自己实际的情况。你修学的法门，你不得力，你不能执着啊。你要修气你机的法门呢、啊，所以佛法讲不能执着啊。所以佛法是让我们放下执着啊，不是换对象啊。这到佛门里来，继续那个执着境又上来了，那不是换对象了吗？那这个是太冤枉了。无上甚深微妙法，我们把它变成。搞执着的真上缘，那真的是太冤枉了啊、哦！那我们以这四依法哎来看这个问题啊，来守三个条件啊。首先，我们依止的老师，他就是依法。老人家讲经从来没有说我觉得怎样怎样，没有了，都是引经据典了。孔子也是这样啊，孔子讲孝经啊，诠释完一段啊，诗云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辅行云一人有庆，照明赖之，都是述而不作的。而且我们所三个条件呢，是从名师受戒，他是修行的过来人。这三个条件不是你喜欢哪个老师，你就跟对着他所三个条件了。这个叫搞情执啊、哦，是你很信任，不是喜欢啊。喜欢有时候会掺杂感情在里面。哎，我也曾经遇过同修，他说我还没出家呢，他就，哎呀，蔡老师啊，你讲的，啊，你讲什么我都相信啊。我说你别害我啊。哦，你看他那个话就是感情很重。我说我讲的不对，你要提醒我啊。我都是成年以后才学的，烦恼都还扶不住了，
那上台是有佛菩萨加持的啊，理有顿悟，事还要渐修啊。哦，我做的不对，甚至讲的不妥啊，还请你们要提醒我啊。万法因缘生呢，老人家能有这么高的成就，也有他所处在的家庭环境的缘呢。我们不一定有他老人家那个姻缘，可是我们毕竟是遇到他老人家，我们能把这个缘发挥到最大，那我们的受益就大了。那老人家他修行过来人了，到什么境界我们不敢乱猜了。但是老人家遇到重大的事，都是很平静的。真的是活在感恩的世界里的。那我修学有限，我也判断不出来到什么境界。哦，但我们很清楚啊，修行的过来人。所以一个老师啊。在承德的认知啊，就是老法师。我们今天要说，好，你跟我学，守三个条件。这种话要成就的人才能这么讲啊，不是这么讲啊，那会有点狂。所以承德是，陪汉学院的同学一起。跟着师长守三个条件，我能陪他们2年，2年前呢，我就是这么跟他们约的，你们只要信任我，我陪你们2年，那为什么我说陪2年？因为假如2年我没有进步啊，我就陪不了人家了，而现在2年快到了。哎，好像还有一点点进步啊！哎，还可以再陪2年。我们要客观对待啊，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啊，因为毕竟这个圣贤人教我们呢，自知者明啊，知人者智啊，这是老子教的啊。首先自己要有自知之明。那是承德自己修的不好，所以我是大家还信任我也是个缘呢，我们要珍惜这一个因缘呢，一起跟着师长老人家学习，当然有可能你们遇到的是过来的，那这个大家要客观去判断，那假如。所有讲课的老师，他都是副讲，那也通通就是跟着师长学习。而人跟人呢，还是有缘分，可能在这些老师当中啊，你跟哪个老师缘特别深，尤其他能够什么，他能够。引导你怎么把老人家的教诲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你常常亲近他呢，你觉得你更能听懂老法师在讲什么？我们要了解啊，能够解得越深的，一定是要行，行又帮助解。解得更深，又帮助行。所以师长也说啊，现在缺教练呢。假如你身边这个老师，他跟着老法师学，自己身心安康，常常有法喜，然后他的家庭啊，又很和乐。这个很重要哦，
你跟着一个老师学，不能激动啊。你要观察他的医报，医报随着正报转。他的医报假如不怎么庄严，他讲的天花乱坠啊，可能也给我们不是很正确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悟本呢，没有悟本的心。讲出来的经教会悟本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其家不可教，而人教人者无知。所以真正讲学有心得，他一定不劣等，他一定啊。从修身齐家做起，不然他就没有办法给人家好的示范。那怎么给人家好的影响？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要考虑流弊问题呀，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其实啊，我们现在讲学的都不是从小学的，我们财色名利啊，或多或少都有染了。尤其这个名啊，很厉害啊，不知不觉，你说利。哇，那还有具体的，多少钱呢？多少物品啊？那还有具体的感受。但是名，哇，人家赞叹呐，恭维啊，不知不觉陶醉啊，在那种氛围里面，哇，常常。好多人，哎呀，某某老师啊，哎呀，我请教你个问题呀、啊，哇，都在那跟人家回答问题，可是妻子痛苦得不得了，孩子都没有很好的被引导，这造业造得太厉害了，他这种状态呀、啊，整个团体一定修学都不得力了。那福报花得很凶啊！花谁的福报？花师长的福报了。人家就觉得，哎，我跟师长学的。哎，你不要听人家一说跟师长学，你就激动得不得了。哎呀，跟我同国的，跟我同一国的，常常会告诉你，我跟师长学的，你更要小心了。为什么？他常常摆在嘴上，他要借师父的光啊，抬自己呀、啊。真正跟师长学的，他越学越惭愧呀、啊。哎呀，我不好意思讲。哎呀，我没有资格当到师长的学生呢、啊。他常生惭愧心、忏悔心啊。所以人都不能激动啊。听师聪啊，你要听一个人讲话，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心态。要会判断，也是孔子教的啊，不知言，无以知人啊。你听他的话，他的心你能感受到。当老师要练哦，当然不要用力啊。心越清净啊，这个能力很容易就慢慢就提升了。孩子一讲话，你能感觉到他的心，你就可以给他及时的安慰了。
给他及时的引导了，你都不知道他新的状况，可能机会点就没抓到了，甚至可能一堆里过去的都不对他的机，反而他越听呢胸越闷啊，这种事我干了不少，所以也很愧对，赶紧要好好用功提升啊，所以能够哪个老师跟你很有缘啊，他又能指导你怎么落实老和尚的经教啊，有这样的机会啊也要珍惜啊。假如在团体里面啊，你看到这个年轻人啊，看到这个初学的人啊，跟某一个人某一个老师缘很好，你也要护持啊。你要好好珍惜这个老师给你教导的主办圆融，这个老师是主，其他讲课的老师是伴，让他更珍惜啊这个老师的指导。其实我们在团体里要身战身呢，若要佛法行，唯有身战身。你不能哇，他跟哪一个老师缘很好，你还有点酸酸的，然后要拉他来讲几句话证明自己也很能讲。其实啊，随喜功德多好啊！然后身战身呢、真的教育是合力呀、一起配合，成就学生，成就一个人的法缘。可不能在一个学生面前呢，我们这些教学的人变成搞是非人我，那我们造的罪业就重了。好，所以老人家后面讲了传法的条件三个，我们当场要受持，一定能受持啊！为什么？本觉本有啊，尊师重道是我本有的，清白也是啊，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肯学好学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好学也是我本有的啊，尤其啊把愿发出来，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要讲情义啊，无情不能修道要讲情义，现在这么多亲朋好友也都在烦恼当中，我得好好提升呢，能帮得上他们。我还有那么多学生等着我去教导，我就不会懈怠了，我就会好学了，好学近乎智。那老人家这里还讲到了老师一生的行仪啊，就是给自己啊做榜样做模范。那我们师长老人家一生呢，怎么修学怎么弘法，在九十年谱里啊有啊。其实真的能做善知识的知己啊，老人家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做榜样？
他写一个墨宝，我们体会到他的存心没有？他教学任务那么多了，还写了那么多墨宝。老人家一读书，看到特别好的经句，赶紧抄给我们弟子们的，都是为众生辛苦啊，那不是给我们做榜样吗？教学都不中断，就是给我们的榜样啊！啊，我记得这一路以来，哎，有这个除夕呀、啊、大年初一呀、啊，老人家讲经不中断，在给我们表演呢、啊。啊，包含呢。我们看佛陀，佛陀灭度也是慈悲啊，大家体会到了吗？我们假如先顺着自己的感受啊，就不知道善知识在给我们做什么榜样了。你看阿难尊者，他虽然已经证须陀洹了，可是他的私货啊，他感情还很丰富啊，所以一听佛陀要灭度了，他就开始哭了，止不住了。哦，旁边师兄弟，别哭了，别哭了，这么重大的时刻，啊，赶快去问几个重要的问题啊。所以我们首先不能情感先起来了，不然看不懂了。因为我们会觉得，哎呀，佛要离开我了。佛哪有离开我们？佛是法界身呢。你要知道，他是应机度化众生的。啊，这个机缘结束了，哪边有缘，他马上就应化了。光中化佛无数亿啊，化菩萨众亦无边呢。不要用感情，啊，有时候我们看，哇，师父这个一年欧洲飞好几趟，听了难过，我们要先放下这个难过，这是老人家决定的。他都那么大觉年纪了，他为什么这么做？老人家90岁以后啊，有一句话我听过好几次了：“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他在教我们了。要掌握时机啊，他在教我们，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己身求安乐啊。啊，94岁啊，到马来西亚过年。年龄那么大了，你看老人家还是要去啊！啊，我们弟子们也很，虽然是劝了，也很尊重啊。但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一条龙，马来西亚同修带头啊，没有老人家这一趟去、啊，也很难达到现在这样的气象啊。所以师长都有他的考虑的。
大修行人呢，他都是带众生苦的，他都没有自己的。所以我们有机会在善知识身边，都不能用感情应试。好，比方今天来一个贵宾了，老人家掌握这个时机啊，像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他来跟你见一次不容易的啊，这一次你没有摄受这个人，你可能下次就没机会了。但摄受不是说对我们有什么利益，没有，都是为了跟他结法缘，让他能了脱生死啊，让他能积功累德啊。哦，有时候谈话谈谈谈，哇，那对方越听越深入了，眼看着呢就要开悟了啊，就心有所悟了啊，突然我们旁边的弟子，师父，时间到了，9:30了，睡觉了。哎，你是为师父好啊，但是你当下就是感情作用了，你没有去感受老人家现在在考虑啥。你要感受到老人家，要感受到这个对方的状态啊。本来那临门一脚就要踢了，哇，被你这句话一插进来，气氛整个打破掉了啊。好，所以我们跟善知识学或者配合善知识啊，都不能用感情的，不然会看不懂了。好，所以真的要静下心来体会体会啊，老人家给我们做了哪些榜样呢？因为老人家讲经啊，不是照本宣科的，他都是自己修学真实的感悟啊，和盘托出啊。你会听的人就听到老人家怎么做人，怎么做事，都在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一有感情起来了，哎呀，我又没有在师父身边，你看又执着这个相了。那孟子跟孔子学那么好，他也没有见过孔子啊，但是他的沉静心超越时空了啊，他一看孔子的教诲，就好像孔子在他面前给他教导一样啊。所以沉静心啊，突破时空啊，这种时空的概念呢，很容易让我们分别执着，提不起真心来了。哦，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刘树云老师，他学得很好啊，但是他都还没跟老和尚见过面呢，就只是看师长的光碟啊。这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人家也没有着相啊。我们看下一段呢，这一段也特别重要啊。修学最要紧的是师承，因为佛法是师道啊。你是跟哪一个老师学的？老师只有一个人。这里强调了一个老师一条路啊。李老师讲，传人的资质，没有别的，就是完全听话。100%听话，
啊，一个人学习啊，志气很重要。啊，志不立啊，天下无可成之事啊。啊，我既然遇到师长了，那我就要做传人。我也曾经啊跟同学们探讨啊，六祖大师有43个学生呢，禅宗才一花开五叶，发扬起来了。我们现在是要把儒释道从谷底复兴起来。六祖大师那时候，那儒释道都还是不错的，只是要把它发扬光大，还要有43个传人。我们现在要从谷底呢，要把儒释道振兴起来，要有多少传人？一定要振兴啊，不然会断了。师长说，不能5000年的文化断在我们手上啊，不可以啊。语重心长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真想做就做得了。怎么做呢？100%听话。师长怎么教啊，我们跟着怎么做。啊，错了也要听啊。到哪里去找？啊，当然这一句话我们一意不一语啊。这一句话错了也要听啊，它的意义是什么？对老师不怀疑啊，完全的信任。现在人疑心重啊。所以老人家说真找不到啊。所以师徒的缘是可遇不可求啊。啊，一个老师啊，首先他一定是牺牲奉献的，他才能把老师做好啊。那既然老师是牺牲奉献，那我们有什么好去怀疑他的呢？再来站在一个教学者啊，哎，我们有自知之明啊，毕竟我们也还在修学，还不是过来人的话，那学生给我们提问题，或者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反馈，也是好事情啊。你不能人家一提问题对我的权威质疑，这个有点太过了吧。所以这个《论语》里面也讲啊，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啊，于无言无所不悦。颜回听孔夫子教诲就全部都吸收了，从来没提过问题啊。那孔子说，哎呀，这样对我教学啊没有帮助。其实这个是讲反话了。因为颜回表的就是那种100%信任老师，全盘吸收的。但是毕竟这样的学生不是很多啊。有些学生一提问，可能其他的同学，对对对，我也有这个问题。这样他一问呢，那老师可以接着继续讲得更广啊，讲得更跟他们的情况相应啊，就有助于老师进一步更契机的讲解，
啊，你都不问了，那就讲到这就好了。啊，所以老师也要用一个开放的心啊。真理越辩越明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啊，哎，假如问到我答不出来怎么办？那很好啊。为什么很好？刚好可以表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是知也啊。啊，我不知道，我不会打肿脸充胖子啊。哎，我去请教一下。啊，师长，啊，我们可以写问题问呢。哦，你看，老人家很慈悲啊，都回答我们的问题啊。啊，所以在香港啊，在一些地区，佛学问答，哇，好多集呀，我想可能该回答也都回答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假如有问题啊，可以打关键字啊。把老人家的这个法号打上去啊，关键问题打一打，砰就出来。但是陈德建议啊，不要一下子就马上问 Google 老师啊，或者百度老师啊，先思维，我现在这个问题，老人家有没有教过？啊，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来解决？可不可以用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来处理、来应对？啊，可不可以用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来解决？其实啊，这些都是老人家修学的心法。纲举目张了。好，我们想一想啊，今天我们有疑问了，自己想通了比较好，还是别人告诉你答案？好，这个我们自己去感受感受啊。再来了，有时候我们回答别人的提问了。也可以顺势啊，让他思维，让他自己想想，最后他自己解了他自己的答案了，这样也挺好。嗯，好。然后人家请教你问题啊，不要造成别人依赖你，这也是有流弊问题。好。啊、哦，所以啊，师徒之缘呢、啊、是可遇不可求啊。老师教你什么？老师就是以种种方便成就你的根本智，把你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洗刷得干干净净。你的清净心现前，你的戒定慧现前，啊，根本智得到了，这是老师帮助自己、啊、最大的成就。这段话特别重要啊！啊，我们一般可能觉得老师给我最大的帮助，哦，我以前很多道理不懂，我现在懂了。是真懂吗？真正的懂啊，是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是清净心啊。假如我们听经，哇，听了十年、十五年了、啊，懂的道理越来越多，可是心反而烦恼越多。有时候听的东西变所知障了，所
所以要先求清净心啊，先求根本智啊。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呢？比方说，今天你听师长讲了一段话，然后听完你会烦恼，会挂碍，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哦，所以学习很重要，善听哦。善知识帮我们放下忧虑牵挂了，怎么可能会我们听完他的话会产生忧虑啊？那一定是理解错了。有没有哪一位同仁啊？你现在啊，我前几天听哪一段，我现在还有点担心什么事情？哎，我们就可以就事论事来讨论了。啊，有的话大家可以马上提出来。好，有想到可以提哈。哎，我们进一步我还要问自己了。我跟师长学了这么些年了，我的忧虑牵挂减少没有？我的分别执着减少多少了？佛法重实质哦，不重形式哦。我自己的受用多少？不是说跟了十年、20年就一定比较有提升哦。放下才是功夫哦。这个我们要自我勘验呢，师父领进门了，修行靠个人。哎，你看这句话就在提醒我们了。我们这是老师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啊！啊，我自己也很惭愧啊，学的这一篇教诲学了好多遍了，我才注意到这句话呢，善根太薄了。最大的帮助嘞，是帮我们放下。其实什么时候在帮我们放下呢？他老人家讲的每句话都是，哦，比方说老人家说，念念为他人着想。哎，这句话是不是帮我们放下分别执着？是啊，尤其放下自私自利。人没有自私自利了，就没有太多忧虑牵挂了。哇，一下子这一句，好，我从今天开始做了，念念为他人想了。哇，你会觉得身心自在不少啊。这就是老人家给我们最大的帮助了。所以每一句都可以帮我们心越来越清净，烦恼越来越少哦。假如没有，那代表我们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进而去做。啊，只要有做，当下就有受用了。啊，所以师长老人家说，佛法管用啊，佛法很现实的，学一句就有一句的好处了。啊，那师长说呢，达到这个程度，我们清净心现前的。老师就不再叫你跟他在一起了，啊，你就可以出去参学了。啊，假如我们还没达到清净心哦，你跑的地方越多啊，脑子可能会乱哦。
啊，师长在《了凡四训》也讲了，一般离开老师啊，最低标准，是非善恶、邪正利害、真伪能判断，最低标准。以前的标准是开悟了、成就了，哎，可以离开老师。根本智得到之后啊，才有资格参学。啊，参学是广学多闻，成就后得智。啊，不从这样来学习呀，路会走到啊。学术的佛教，学术的传统文化，学了很多东西，但是身心的问题解决不了，家庭的问题解决不了。我们求的不是知识啊，求的是智慧。所以为什么般若经要讲22年？般若是智慧啊。般若经也讲应无所住啊，所以心里面不能对人有成见了，那都有住了啊，甚至于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都放在心上，你会害怕一些事情，因为你经历过的事情留下了担忧的阴影了。那都有助啊，所以关心为要啊，自己的心念随时有助的，不怕念起，只怕去放下放下。这样我们的心呢，就能够越来越清净了。中国古人呢？这个方法用了几千年，效果卓著。啊，如果不是好办法，跟现在的教学法不能相比啊，那早就淘汰掉了。啊，这些祖师大德为什么还要坚持？一定有他的道理。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没有人教他，皆是从自信中啊流露出的。所以悟了之后啊，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最重要是要悟啊。要把自己本有的般若智慧开发出来啊！戒定慧的路就对了。事出世间法，你就全明白了。这个道理啊，一般人不懂，我们没有遇到佛法也不懂啊。佛法里头讲得很清楚。还有人表演，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你看他悟了，可以讲一部《六祖坛经》，不识字都懂。我们近代闲工老和尚，他也不识字，但是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很老实、听话、真干的。修行人，老人家常常在算，这个闲工念这个佛是这个念个3年5年呢，功夫成片了再念个几年呢，事一心不乱了，可能差不多40岁就理一心不乱了，
哎，你们听过老人家在算这个过程吗？哎，算给谁听了？哎，弦弓啊，不是，这是算弦弓啊。老人家常常在那里算，不就是要勉励我们吗？只怕有心人啊，哎，发心学教啊，接受了老师的条件呢。啊，那李老师就把我安排在慈光图书馆担任管理员。其实一个学生真肯学呀，老师照顾啊，很细致的。首先在修学上他是过来人，再来师徒如父子啊，还连工作啊，这李老都帮他安排了。啊，李老师每个星期三在图书馆对外公开讲经。哎，其实我们当弟子的啊，护持善知识讲课啊，跟大众全解法缘，哎，众生得法益啊，哎，一起真心配合啊，真心去服务的。这些学生积的福报都很大。哦，那个我们可不能想，哎，我来帮李老师的啊。哦，这老师是借这个因缘呢，那我们福慧增长啊。啊，坚持了几十年，这里呀。也很重要了，为什么普贤十愿里面有请佛住世啊？啊，请转法轮后面还要请佛住世，因为啊，一般的大众啊，没有人说听一部经就开悟了。啊，师长说佛那个时代有啊。哦，佛灭度之后的基本上就听不到了，都要长期熏修。啊，这个老师讲完就走了，哇，他没有继续熏修了，就请佛住持。啊，李老在台湾38年，哪怕到台中，啊，在台中以外的地方，当天就回来了。哦，我感觉李老啊。太慈悲了，为什么连一天都没有在外面过夜？他会让学生很有安全感。哦，老师都在了，我们毕竟是凡夫啊，还是有这种着相啊，你看。哎，老师都在啊，无形当中不容易放逸啊。假如今天李老师我到台北7天，哇一下，哇老师不在了啊，这种色受啊，可能相对会影响啊。当然了，听话的学生呢，不受这些影响了。但是善知识也恒顺众生了，所以他在一个地方不动啊，哇！台中往生作佛几百人都有啊，甚至还更多啊。这个承德啊，还不是很清楚这些情况，但是接触到的就非常非常多啊。我们台中有一个社区啊。他们都是志同道合念佛人，那成就的人可不少啊！他们也是很珍惜啊李老的教导，所以对内啊，当时候啊，
办了一个经学班，啊，培养弘法啊讲经的人才，啊，学生有20多个，全是在家人。好，啊，那个时候啊，我还没有出家，啊，李老啊要师长参加这个班。师长说他不敢了，因为我知道讲经太难了，那哪是普通人，什么人有资格讲经呢？开悟才可以，那是古代的规矩了。古人讲啊，下错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也护身。这个公案大家听过吧？好，我刚刚讲了一个点哈，善知识给我们讲一段法或者讲一个故事，目的是什么？帮我们放下分别执着忧虑牵挂。啊，会不会听完一个公案之后，哎呀，我不敢讲经了？不敢也是烦恼啊。哦，其实啊，从相上看呢，是讲错一个字了；从心上呢，是狂妄了，没有照佛讲的讲了。佛讲不昧因果啊，连佛都有马迈之报了，怎么可以回答别人说大修行人不落因果？那不是狂了吗？所以一个讲学的人，只要守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8个字，那也不要自己吓自己了，守住了就没问题了。当然连讲学的态度师长都教得非常仔细，而且老人家很柔软的，知道我们现在人呢民主自由啊，都没有要求我们了，都说我讲经啊，我是学生啊，听课的人都是兼学啊，我来给他们做报告，他都是现身说法。其实这一段太重要了，我们的根基不如老人家，假如讲学的心境还不效法，那真的是古来征战几人回了。没有这种心境啊，要不然啊，明文力啊，很困难的。要扶助人皆好为人师的习气呀，也不容易了。所以我们不能着在我又没有跟在师父身边过，不能着这个相啊。怎么修学，怎么讲学，师长老人家讲的可仔细了。所以在2019年刚好在老人家的床边，因为刚好要就寝了，师长啊都躺下去了，突然呢又坐起来啊，对着我们弟子讲：“我讲60年够了，接着换你们了。”我当时候啊，这个感悟还不深呢，现在想想啊，老人家不讲啊，也是为我们的弟子们打掉我们的依赖啊，让我们赶紧出来承担啊，不然我们弟子们都觉得，哎呀，老和尚讲的这么好了，都让老和尚讲就好了。讲学是需要承担，需要锻炼的。
讲学一不锻炼，功夫就退回去了。所以师长常常说，拳不可以一天不打，歌不可以一天不唱，经不可以一天不讲。这些话都很重要，我们不能挑着听啊，不能挑着学呀。所以从这里去体会啊，佛灭度是慈悲啊。老人家不讲，也是慈悲在其中啊。善知识啊，是来应化的。它的应化当中，都在帮助我们放下，也在帮助我们提起使命责任呢。啊，老人家当时候也说到了，哎，我可以听，可以学，不敢讲经。啊，我们接下来去感受一下李老循循善诱啊。李老说了，你不发心讲，他不发心讲，将来讲经的人没有了，佛法就灭了。啊，哎，讲经讲什么？哎，你讲古人的注解。啊，古人注解是文言文，哎，你把它翻成白话文。啊，只要注解没讲错就可以，错了。啊，注解的人负责啊。哎，你不要担心啊。好，而且不讲不行啊，会断啊。哎，这个话我听得懂，是不错，但是讲经要具足条件。啊，我不具足。啊，还老人家当时候还没有被说服。哎，你看李老很善巧方便，也没有勉强。所以当父母当老师啊，要练一个功夫啊，不能强求，不能控制。哎，没有勉强。哎，他叫我去经学班看看。啊，看看，嗯，我说好，看看可以，你看都不勉强哦，看看可以吧，看看可以，没问题啊。善巧啊，哎，我看到经学班学习的情况之后啊，觉得这个好像不难。经学班的学生，小学毕业的是大多数，啊，大学生只有一个，啊，我是初中毕业。高中还念了半年，啊，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啊，尤其啊，要点出来一个重点，啊，这里啊，年岁最大的是林堪志老居士，60多岁，而且是女众哦，小学毕业还在那里学讲经，发愤图强啊，哦，我想这个。领导其实应该是西方极乐世界也在来的哦，你看他在那个班多重要啊！老人家因为他，觉得这个经学班可以啊，可以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啊，年轻，一看到他都能呢，我为什么不能？啊，当时候师长才。31岁啊，啊，对方是60多岁了，啊，这样才把讲经的念头触动，啊，就跟老师主动说啊，要参加这个班，啊，老师也很欢喜啊，这个是李老善巧方便。
啊，接着私塾教学啊。哎，李老讲经的方法呢，完全照中国传统私塾教学法，啊，对学生呢个别指导，啊，那每一个人的进度啊就不一样了。一部经学会的标准呢，是要上台能讲，啊，怎么讲法，完全复讲老师所讲的，啊，讲漏了没有关系。你不能自己加意识，也不能找参考资料，完全照他的讲法讲。这个方法看样子是非常笨拙啊。到以后啊，明白了，所以我们都不能看到一个表象啊，看起来很笨拙啊。可是它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啊！这个方法的根源呢，是从阿难尊者来的。阿难尊者集结经藏，就是复讲。佛家培养法师，世世代代都是复小作，这样学成的。因为透过这个方法学什么呢？学耐心。你不能照自己意思讲啊，完全照老师的。耐心告诉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啊。忍耐力有多大，就有多大的成就啊。耐不下性子，心溢出性躁啊，一事无成啊。再来学谦虚啊，你看这个方法里面，我们这些心性呢，就得到提升了。谦则受教有地啊，谦受益啊。谦虚啊，就是法器了，老师的法就流入他的心了，一傲慢呢，就不受教了。所以重要的是这个方法练就了我们什么样重要的心态啊。第三就是学恭敬了，恭恭敬敬照着老方法。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好，不在这里奠定基础啊，稍微能讲的时候啊，这只是稍微哦，傲慢习气出来了。这习气啊出来，要再把它降服可不简单了，这静于未发。这谓欲啊，发然后静啊，则汉格而不胜。你等到这个习气起来了，你要再把它调伏啊，那很费劲了。习气如是啊，处理事亦如是啊。你等问题出来了，要处理就很麻烦了，都要胜于死啊，防范于未然。傲慢习气出来了，觉得自己了不起啊，整个就完了。所以佛法培养人才也是心法，调心的。那诸位同修啊，诸位老师啊，这一段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我们会不会想，哎呦，我没打算讲经啊，这段跟我没关系。法布施得聪明智慧。
修因得果。我们哪怕没有在讲台上，我们跟家里人、跟朋友一有机会交流，不兴事语，要再争论了。你都是在练讲啊，哎，你讲着讲着，你的理会越来越贯通啊，可是你不能跟人家分享，都夹杂很多自己的意思在里面了。这样呢，耐心练不出来，谦虚也练不出来，恭敬也练不出来了。结果老和尚的经教变成什么？变成自己练口才的资源而已了。变得哇很爱讲，哎，我们修行人有时候也会走入一个误区啊，一开口就讲个没完，讲的人家都已经都听不下去，很不耐烦了，我们还在那一直讲。所以用这个态度啊，真的调我们的心啊。哎，李老师讲经啊，不准录音。啊，谁要是放一个麦克风在他面前呢，他绝对不讲。啊，他的教学方法就是教你全部精神灌注听讲，你才有会有受用。哎，我们现在都有靠山呢，录音呢。手机一按就录了，啊，没关系，现在没有听没关系，我录起来了。哎呀，小心了，小心了。哎，有时候我们好像觉得，哎，有这个工具挺好的，根本是心哦。这个工具假如造成我们的心学习不专注了，不灌注了，那就很麻烦了。听经不全神贯注啊，会变成习惯哦，这样就有负面的效应会起来了。所以有机会听经啊，尽量能够全神贯注，除非你真的连全静下来听的时间都没有，那还另当别论，有的话还是全神贯注听好。不只听师长讲经要全神贯注，听亲戚朋友讲话都要全神贯注，对人的尊重，也练自己专心。什么时候在练真心呢？也不能说是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练真心啊，听任何人讲话都是练真心。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啊。全修在信啊。全修，什么时候在修？讲一句话是修行。啊，听人家讲话也是修行。有没有用真心？啊，甚至一个表情，有没有用真心？还是有傲慢的气息出来了。起心动念，一举一动都在修行，都在全修在性，都在恢复真性。所以我们不能不知不觉养成坏习惯了。读经都打妄想不行哦。因为读熟了啊，就啊，一边读啊，也没读错啊，还是打妄想啊，这是要提醒自己，哎，还是要回来专注念啊，可不能，哎呀，我读经读得太熟，都打妄想，我不读了，一下子又调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读还是要读的，人啊，不能常常怕事啊，要。勇于去面对它，勇于去检讨它，
哎，我读熟了不专注，我都在想什么？那些事情我放下了，我不就能专注了吗？哎，怎么用什么方法突破它？修行都要对峙的啦，哪有时候遇到挑战了我们就退缩，那没有办法修行了。一切法门都是对峙的，布施对峙兼贪的，忍辱对峙嗔恚啊，禅定对峙善乱的，精进对峙懈怠啊。其实我们自己所处的每个境界，也要用我们所懂的佛法去对峙这些习气啊。好，所以啊，学习要全神贯注啊，不能侥幸啊。好，而且这样的方法才是教你开悟啊。好，每一堂经你都有悟处，因为这样听一定有悟处的。啊，悟了又去做，一定有受用。所以积小悟啊成大悟，积大悟啊成大彻大悟。所以你的境界啊年年会提升。哎，你记的东西啊通通没用了。所以古来祖师大德教学的一套方法跟现代不一样。现代这些方法帮助你记忆。记忆是什么？帮助你分别，帮助你执着，你永远不会开悟了。好，我们懂这些，也不要去批评别人，我们先把开悟表演出来。我们烦恼越来越轻，智慧越来越长，人家自然就来跟我们请教了。不要现在一听完很冲动了，去找你哪一个亲人是教授博士啊，你这个学习是错误的啊。这个先为人演之后再说啊，而且演了之后啊人家会来主动来问你的。这种学习法是不断提升悟性哦。不是知识堆积哦。哎，我们看会有什么效果。哎，我听李老师讲华严经啊，我只听第一卷。第一卷听完之后，下面的我都能讲了。是这么学的哦。因为老师的思想理念我知道，方法我也知道。我在台中是学这个啊。诸位同修啊，师长的思想理念我们知不知道啊？教学方法我们知不知道啊？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讲，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讲，这是活的。东方的学问是活的，不是死搬硬套的。这是没有办法教的。为什么？它是启发你的悟性啊。有时候怕讲太多把你的悟门给堵住了。这个善知识很有智慧的，讲话都点到为止了。没有办法教的，必须长期追随老师。长期去听啊，一堂课不缺，你慢慢在这个里面去体会，去琢磨。你在这里体会得心得，然后我们自己在讲台上能够灵活运用。你学他每句怎么讲，那个是学死东西。那个不能变化。不能弃大众之机啊。
听众里面有程度高的，也有程度低的，都要面面都顾到。其实啊，我们有时候一场家庭聚会啊，你每一个亲人的状况都不一样的。你怎么在跟他们交流的因缘当中面面俱到？你看师父在教我们了、啊、听众里面有程度高的，也有程度低的、啊、都要面面顾到，让所有的听众啊都能生欢喜心。其实也要多关心别人，都知道别人的情况，给予适时的关心，给予适时的赞叹，大家都生欢喜了。然后又了解到他现在所面对的身心问题、家庭问题，就能应机啊，来护念他。这一段呢，为什么跟大家最后还是讲了一下，抱歉了，耽误了10分钟时间。因为过年啊，应酬很多啊，大家不要想，哎呀，又要应酬了，随缘妙用啊，随这个缘，吃饭就是开法会啊，好，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啊，随缘妙用，当然了、啊。你在这么关键过年时刻啊，人家会听你讲啊，一定是你平常威仪有责。所以这菩萨四德很重要啊。你平常很关心人啊，做得让人家很认可啊，对你很幸福。威仪住持有责德。你在跟他们交流又柔和直指。很柔和又很真诚，让他感觉你都是为他考虑，设身的。人这一生呢，能成为亲戚啊，也是很不简单的因缘的。普代众生受苦的，你很有耐心在跟他讲，很不厌其烦，讲到他，你那本书送给我啊。讲到他很主动啊，然后你不辞劳苦代众生苦，所以要把菩萨四德变成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那听众都生欢喜心啊，这叫成功啊，这个法会就办得成功。这个叫大讲座啊，所以诸位同仁啊，你们都即将开大讲座啊，那年夜饭就是个讲座。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